康康哥哥站第一位，你在这里跟着康康哥哥。好，宝强叔叔往四号房走吧。对，我在这儿立正，起步走，往这边走，往向左，向左转走，跟上，不要掉队啊，走慢一点。来，让叔叔扶着你，哎，小心，叔叔扶着你。哎呦哈，慢一点啊。宝强叔叔学员插队，居然把我的位置给占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慢一点啊！哎呦，我这个天哪！哎呦，我真没想到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要慢一点了。大家先慢一点。有事没事？对，用水冲一冲。用水冲一冲，用怎么冲一冲？手拿着你冲。来，请妹妹的冲。没事，我自己贴。哎呀！好，走，我先给你做饭去，做面条去。这样啊，我宣布一下啊，听叔叔讲话，听叔叔讲话，好不好？你是大队长啊，你要带着这个弟弟们和妹妹们一起。宝强叔叔，我是队长吗？我是队长，我是队长，我是。哎，不许吵架，不许打架啊！好，我现在就换裤子了。好的。你是副队长，你能把他们看好？我想当公主队长。行吧，这个副队长，这任务交给你，能做到吗？什么任务？